黑洞的所有系统都被入侵了。不，这不是简单的黑客入侵。整个城市正在变成某种东西。没时间了，赶快拔掉电缆，把爱丽丝救。我不建议这么做。啊！王女的表人格目前已被隔离到内部的深层数据库中。如果强制断开连接，恐怕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。爱丽丝，你挂在电缆上说什么呢？不，姐姐，这不是爱丽丝。爱丽丝，那是你们称呼我们的王女时所用的名字，但王女不需要名字，名字只会扭曲存在的目的和本质。说什么呢？你是谁？快把小爱丽丝还给我们！我的客体名为 Key。我是为了协助王女履行存在义务而被无名祭司们留下的执行者，也是连接她即将加冕的王座的钥匙。她是王女，我是钥匙，这就是我们的存在与目的。已确认，妨碍我们的攻击现在已停止，现在开始修正错误，指引王女回到她本该去向的王座。现在启动 Ultra Hasis 协议。代号阿特拉哈西斯方舟，启动程序现在开始。钥匙归于王女，方舟准备就绪。根据无名祭司们的祈祷，将在此地建立新的圣所。待其到来，所有神秘都将档案化。这样下去，世界会灭亡的。老师，快和大家一起逃出去。